真。冷静冷静，平常心，平常心。现在他是我的同学，我是他的同学。我不是波洛野，我是柳时珍。那个宇雄俊，怎么了？我问你一个问题哦，如果有网友想要跟你见面，你会跟网友见面吗？跟网友见面，这应该会看情况吧，因为有一些只有在网络上交流，根本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子啊。而且有一些在纽约，有一些在日本。哦，我说的是那种平常见得到的，但是比较常以网络上的通讯软体来交流和分享，取代面对面的语言。哦，你是说像芙蓉常常赖我帮他递便当这种吗？不是啊，我说的是那种有点熟，但是好像又没有那么熟。反正就是。如果有网友约你见面，你会想跟他见面吗？当然会啊，交朋友嘛。原来是这样，交个朋友。嗯，你该不会是要跟网友见面吧？不是，不是啊，我没有网友，我刚刚是帮朋友。谢谢你哦，拜拜。明明就是说自己，时珍要去见网友，而且看起来是要去见男网友，完了，那大元不就GG了？福大空中花园见面啊！原来时珍刚刚是帮杰伊问波多野。你终于要揭开真面目了，我会去。假装波多野那么久，就是为了吸引他注意。但是喜欢永俊的人不是波多野，是我。今天晚上，永俊应该要见到的是柳时珍。
想到就恶心。看来我还是没有克服我的障碍。刘永俊那么自恋，机车又讨人厌，可是为什么我不会觉得恶心呢？ Hello， 完了完了，我的症状不但没有好，还加重了，现在连幻听都出现了，天哪！没想到你这么早就到了，让女生等这么久，是我不好，不好意思。我有约你吗？而且你讲话也太恶心了吧！好好，我已经明白你的口是心非，也可以理解你见到我那种害羞矜持的心理。其实女孩主动邀约，并不丢脸，你要试着放下包袱。包袱？我怎么完全听不懂你在讲什么？每天跟你的男神朝夕相处，还要克制自己的情感泛滥，真是辛苦你了。既然我已经来了，可以把话讲开，这样以后你也不用在网络的情海里继续挣扎。什么男神啊？我跟你有什么误会吗？我看到你，只想克制我自己的拳头，挣扎要不要给你一拳？协议怎么会在这里？你到底还要演多久？如果你不接受自己的情感，承认你对我的迷恋，就没有办法得到解放。这是在录整人节目吗？摄影机嘞？我林杰一会迷恋你？嘴巴不承认，身体倒是挺老实。平常那么恰，刚亲到嘴的时候，却没有给我一巴掌。拜托你少臭美了，我是因为那个色老头比较恶心，所以才忘了给你一巴掌。你也太嘴硬了吧，真是一点都不可爱。刘感俊，你也太自恋了吧你！你以为全天下的人都喜欢你啊？不用再说谎了，看着我，看着我的眼睛，放下那无畏又该死的自尊。大方承认你就是波多野。什么波多野啊？刘永俊，你恶心哎，满脑子都是 AV 女优。我恶心？难道装成波多野大奶妹的你不恶心吗？我有三大证据可以证明你就是波多野。一，福大医生。二，亲近的恐惧。三，真相只有一个，你就是波多野结衣。这下误会大了，我才是真正的波多野，不是结衣。现在怎么办？刚刚是不是有人躲在那边偷听呢？该不会刚刚那个就是波多野？所以你真的不是波多野？我就说我不是波多野的啊！哦，原来如此。你以为我是大奶妹波多野，还英雄救美要救波多野，结果救到我林杰一。好像真的不是他哎，这下糗大了。既然你不是波多野，那就算了，我先走了。原来他想在女网友前面耍帅，根本就不想要救我。搞什么啊？错人不会说对不起哦。
网络交往真的荒谬又虚假，就算把杰伊当成波多野，他也无所谓。可见他喜欢的只是波多野，根本就不是我。你在哪里？为什么男主角永俊出现了，女主角波多野却爽约？再见了，永俊。再见了，波多野。It's just too hard to say goodbye。 哎，波多野这女人居然把 IG 关了，这下子我不就永远都不知道她是谁了吗？搞什么鬼啊？哎，芙蓉，你说说看啊。哎，芙蓉，芙蓉，芙蓉，大错意了。你一定要原谅我，是我意志不坚，不长进，只长肉，没办法变成一个瘦子来看你。但你一定要相信我的真心啦，阿伊西德鲁，我对你的爱可是比脂肪还要顽固的。我看你真的没救了，在那边满口胡说八道。哎。这上面不是阿长的名字吗？你偷拿别人东西吃，这很没品哎。什么偷拿？讲得那么难听，我只是太饿了，先跟他借，等到我吃饱了有力气，就会去买回来还他了啊。大家兄弟一场，不要怪我没有提醒你，你再这样吃下去一定会输，到时候我们的面子放哪里啊？我现在只管肚子，没空管面子。面子事小，赌注事大，你就不要到时候输了，怪我不跟你一起帮神刀找女友。哎，你很没义气耶！我又还没有输，我只是心情太低落了，需要吃点东西来当慰藉而已啊。再说了，我不吃饱，哪有力气减肥啊？照你这个吃法，怎么可能减得了5公斤呢？哎呀，我有我的办法啦。波多野这女人居然把 IG 关了，哇！这样我不就永远都不知道她是谁了吗？搞什么鬼啊！哎，宋大元，你说说看啊，她到底在想什么啊？宋大元，宋大元，你不是说外科医师体力很重要？一大早不去健身，一边玩 Wii。 哎，你不要小看这游戏好不好？我快钓到鱼了。这种钓鱼的游戏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啊？哎，你不觉得这很像腹腔镜手术，看一幕开刀吗？就跟打电动一样啊，它可以训练手的耐力啊。到时候开放放刀，我跟在神刀旁边就不会拖累它了。不过就是一个游戏而已，被你讲的比神刀还神。拉起来！啊，又没有钓到。你们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医生交友网，问谷歌大神，不如问你们，这网站好不好啊？你人就在医院哎，干嘛上网找医生相亲？对啊，你真好奇怪啊，你这就是标准的舍近求远型，明明就在医院了，你睁眼闭眼走到哪里，直走到底左转都看得到医生啊。对啊，你看，嗨，可是我要的是女生啊，女生。杰伊，你该不会那么早就要放弃了吧？明明还有一天的时间啊，不要那么早认输嘛。就是因为只剩下一天，我才不得不认输。我这毛病怎么可能一天就会好啊？我知道你这种感觉统合失调的问题，从小没有治疗，所以才会困扰你那么久。换个角度想嘛，现在的你比小孩子时期的你更有企图心和意志力啊，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催眠你的大脑，努力对抗你天生的问题。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我还碰到那个色老头，一样没效果啊。
我只是把自己比喻成马，你也不用刷子刷我吧。这是我从儿童复健科借来的感统触觉刷，可以帮助有相同问题的孩子降低触觉敏感度，试试看。你不要躲，来。慢慢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谁啊？刘志低渣山热水壶，还有水。正太学长的梦魇手铐。哎，你是要干嘛？我对什么 SM 没有兴趣啦，你要不要玩钓鱼啊？就算你有兴趣哦，我对你也没兴趣啦。这手铐是给我用的，泻药也是给我吃的。哇，你这样子把自己铐在那边，会不会太极端了？对啊，就算你现在临时抱马桶，正常人一天也不可能拉掉5公斤啊。那也没办法啊，我饿起来哦，连我自己都会害怕哦。如果不把自己铐起来，我一定会冲出去找东西吃的，这样我怎么赢啊？总之，这一次我一定要赢。真的是太强了，胃绕道手术缝合最难的，可是手术刀在老师手上完美的切割，就像艺术大师在作画一样，动作好美哦。这需要多年累积的经验跟不动如山的态度才有办法达到的完美境界。我长大也要像老师一样。哼，你先学会长时间在手术房手跟脚不要抖就好了啦。我脚没有抖吧？你有抖啊。开了2个小时的刀，应该饿了吧，一起吃个饭。我操！好啊，胖胖刀真的太折磨人了。没有任何一个实习医师可以跟我一样那么幸运，跟到老师的台。是没有任何一个实习医师跟你一样这么狗腿。你从刚刚就一直拍马屁拍到这里来。我倒想听听你在旁边观察，究竟学到了些什么。我学习到老师下刀的快，在肚皮上。可以这么一瞬间就打好6个洞。没错，这是胃绕道手术的第一步。还有操作时的毫不迟疑的就把胃隔开，这样才能把胃缩小。最后缝合的时候，更是显现出老师的准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内，把肠跟胃一丝一毫没有任何差错的缝合好。哎，你这次进开刀房的确有用心观察。注意到不少细节，谢谢老师。对，学长不但快很准，轻轻松松就突破了又黄又浓的重重脂肪，夹击肠胃不断拉扯，热烘烘的烧出小胃囊，接着连扣几个扳机把断端接起，然后再截短空肠，让不必要吸收的营养彻底被阻绝，最后一刀刺入，拉线缝合，让这些可爱的黑黑小线头漂亮的布满在红红的肠胃壁上面。学长就是神刀，有够恐怖的，我3年内不敢再喝四神汤了啦。什么？芙蓉和杰伊要一决生死哦。